你我想要吃什么？啊，苦菜啊。牛肉。想要牛肉。分苦菜。好，这块。你要帮我夹我的哦，你帮我煮啊，会啊，你要记得哦，帮我夹我的起来哦。不用啊，你要自己煮。哎，蛤蟆，我可以夹，我蛤蟆。我要自己吃了两次，里面还有，不能丢呀。煮啊，本身就不能不吃。你爬楼梯，他们都吃完了。好，他吃光，你再说几个。其实吃光可以加嘛。吃光。嗯。没有这个道理。可以啊，有啊，去吃。我今天穿红色，两个人穿红色，天宇跟小仓漂亮。你也穿红的？我有穿红的啊，在这里呀、啊。对，年夜要穿红的。然后我一件大红的，你看。好，真的吗？但是那个有点毛毛啊。好，拜拜。哪里呢？新年快乐！六百块，要存多少钱？六百块，存多少钱？哎，说什么？磕头，磕头，吉祥话，祝你步步高。啊，步步高真的很不错。要照一张啊？要不要照一张？人家说猴年行大运。你要跟他照一张吗？哎，这两位美女不要红包了哈。吉祥话。好，来，今天说吉祥话。还有呢？看看可以做什么？步步高升。还有什么？什么？高才俊宝。还有永远美丽吗？快点说啊！年年有余。快点说啊！好，姐姐先。拿手机。姐姐先来。没有吉祥话，不能有。阿心里，这是爷爷的。跟爷爷说什么吉祥话？麻烦你了，要说什么吉祥话？六百块。Hello。手好啦。喂。喂。好，给你，给你。说谢谢。谢谢。给我。还全金我的一张课多。这不是口袋里有不少吗？那我可以喝一口吗？那你搞自己玩的啦。啊，那个后面还有酒一个，不是我都剩队，我想我出不来，我那个好小。上下包围住了吗？还没，这边。